问样玩家 Jessie， 我是来自国立台大商研所的 Jessie。 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出发去天下第一奇山黄山了。其实现在心里超紧张，因为听说黄山很冷，所以看我现在穿超多，就是裤子两层，然后还有羽绒外套，这样就希望等一下真的可以顺利的看到雪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雪。因为听说黄山就是一个充满了奇岩怪石，非常精彩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就心里非常的期待。好，吃到了吗？